薯片小姐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原来你也有好消息要告诉我啊，那阿鼠优先。真的吗？啊，第一个收到的祝福来自薯片小姐，幸福感加倍。这就是刚才我要说的好消息啦，我的部分进度很快，周五差不多可以杀青。嗯哼，我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倒数了。别紧张。薯片小姐已经很棒了，明年我们一定拿下。嗯，好，如果今年没有评选上，那我们就一起把运气攒着留给明年。谢谢。非常高兴今天可以站在这里，得到这份可贵的殊荣。感谢玉兔奖给了我这次机会，也感谢一直以来鼓励我的粉丝们和支撑着我的同事朋友们。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是闪亮的明星，我只是这片星空中的一员，和他们一样努力地发着光。其实保持让自己发光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，我们会疲惫，会蒙尘，变得暗淡，也会被别的更亮的光辉盖过。所以不放弃让自己继续发光，是最值得珍惜的品质。虽然会很累，但我也相信，总有一天，自己的光芒会被所有人看到。所以，不要放弃让自己发光。我希望每一颗星星，
都可以在这片夜空长鸣。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太真实。如果薯片小姐愿意的话，幸亏今天拿到了奖杯，不然现在坐在这里的两只小熊就只能共用一个奖杯了。此时此刻值得明天一起吃一顿大餐。庆祝一下。明天不是周末吗？要加班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？任务已领取，明天我再来找你拿完成奖励。来了，重新调整了一下捏脸数据，觉得不错，就留着了。很难，这个任务要和关系最好的人双人组队。哟，这是我的游戏规则。看样子是，要不要去看看？啊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之前用那个账号发了两条操作集锦，我现在一上线就会被玩家追着要拜师。每次上号为了躲他们，任务也不能专心做，也不能和你享受二人时光，所以我干脆换号玩，正好给小号也刷刷经验。我的事情说完了，你呢？心情好点了吗？
之前发消息和我说下午3点就开完会了，平时你不管开没开完会都会和我说一声的，比如开完会啦，解放，或者啊，会议时间又要延长了，困死了。但这次过了40分钟都还没收到你的消息，我在想会不会是会议不太顺利，薯片小姐正在苦恼。是奥德赛的宣发出问题了吗？啊，我就说最近怎么经常刷到一些土味搞笑短视频，原来是我们公司自己的产出啊。看各种不同类型的主播玩游戏，有时候能发现我玩时没注意的小彩蛋。我最近刷到过的几个还不错的主播，虽然玩得不错，但大部分都是炫技的，很少有人踏踏实实做亲民教程。而且奥德赛玩法很多，其实现在主播直播的玩法都比较单一。这样的人还真有，而且他远在天边近在眼前。还是说薯片小姐要舍近求远去找别人？有假期不是正合适，老板特批的带薪打游戏，可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好机会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考虑一下？放心，我本来也不打算出境。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现在主播虽然很多，但他们的很多玩法对操作要求高，氪金要求也高。如果要扩大受众范围，还是要做那种普通人也能看明白能操作的教程直播。那倒不至于，有点激动是真的，一边解说一边玩，应该会和平时打游戏的感觉不太一样。大家好，我是 C 佳佳。毕竟现在克劳那么多，我呢就是带着零氪党最大化体验游戏乐趣。像周奇洛，你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了。放心，不会翻车，我没翻过车。 C 加加是编程语言的一种，我本质是个程序员。没关系，你照常打就行，有我在。
你说 Key 的风声鹤唳那一套连招比较吃运气，容错率低，能成功大部分是因为 BOSS 机制，而且他的防御护腕比普通护腕多 0.6 秒的护盾，打造那个装备需要花很多钱，大家按照我的打法来就可以。没事吧？小事，他技能放出来之后，正好有个机会。你躲到那边的树下，别被怪的伤害击中。等会儿我放必杀技之后，你再过来对怪使用三技能。这个打法比较考验耐心，好处是射手的压力不大，但因为 BOSS 吸血，所以最好带上防吸血的装备。当然，最重要的是，需要一个配合好的队友。不用了，我的队友也不是我的直播工具人，他是我的专属搭档，我有他就够了。是什么事情让这位可爱的小姐这么生气啊？说给小熊先生听听吧。不气不气，网线一翘，没有烦恼。你不知道刚才你全身散发着一股怒气，苹果香躲在墙后不敢出来了呢。那老板看到我们这周的流量数据还生气吗？还挺多的，比如说玩的菜又怪队友的，高手开小号虐心玩家，还有嘲讽的。不会啊，反正那些人也赢不了我，更何况最重要的是一点点取得胜利的过程，这些就足够让我开心了。再说了，如果真遇到太过分的，我也会稍微针对他们一下，让他们长长教训。不过最难得的是遇到实力旗鼓相当的人，毕竟竞技的刺激也是游戏中很重要的体验。虽然一直赢也很开心了，但和遇到高手时候那种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还是不太一样。比如去年我在一个网游里就遇到了一个超级高手，我们切磋了一晚上，最后打了个21-19，输了，不过真的特别开心，输了也开心，
主播比赛？当然有，我也可以报名吗？那用 C++ 那个号参加吧，毕竟以后还是要用小号直播嘛，这样还能再拉一波人气。正好之前他让薯片小姐生气了的账可以一起算。顺手的事情包在我身上。你就是夹心饼王吧？久仰大名。是该结束了。
没关系，主持人小姐，如果官方怀疑的话，我愿意官方以任何方式查证。你喜欢 K？ 说不定已经见过了。谢谢你的喜欢。如果你要满足我一个愿望，我最想听到的那句话刚才被打断了，我还没有听到。是世界上仅此一分的意思。都说了没有作弊，居然还污蔑我们老板给我开后门。答案里来了。今天空气好，想晒晒太阳。我回头和远哥对一下时间，应该可以参加。不一定，毕竟大公司专家无论什么时候都很抢手。有三个我都拒绝了，我直接和他们说，先我需要的报酬他们给不了，以后不用来找我。我要的是无价之宝，只有这里才会有。那我现在就有一个想要的。如果遇到什么让你不开心的事情，告诉我。或许我那时候不在你身边，
但我会帮你把他们赶走。这些是全部的数据。裂化病类似症状，是血液病吗？知道了。Poseidon 最近有消息吗？阿六，帮我做件事。